欢迎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。现在我们正在等待赛前仪式结束。毕尔巴鄂、维哥，我是王涛。今天和我共同担任本场比赛解说员的，还有一位资深的解说嘉宾，他就是苗坤。 最后一刻才分享，我想许多观众都以为今天会是一场平局，包括我在内。可是显然他们并没有这个打算，他们敢打敢拼，始终没有放弃求胜的信念。这场胜利是他们应得的。应该还是要感谢性格比较内向的苗坤的陪伴啊，我们下次再见。